谢谢那个主持人们。哇，他们每天都在那个宿舍外面，就讲话两点钟都吵到我们，真的很辛苦。然后想还要想剧本，还要想剧本，对，然后还要串整个节目的流程。接下来是美公主，就是他们做的海报啊，还有后面整个抢布都是他帮我们，包括你们身上的名牌，还有刚刚签名卡也是，对。Thank you.